怎样？大家周末过得怎样啊？跟你当伴，我就要这样。为什么往后？你好白哦！跟你当伴，我就变得好白也显现。哇！你跟我想跟你当伴吗？走，找张红来。张红也是白白的，没有他白白是其次，他会显得我娇小。这种时候真的很想念冠贤的，我超喜欢跟冠贤当班的，以前完全明白，显得我很瘦。周六你们都有做些什么吗？好像我们988有些同事去参与了那个在捐血运动，对，而且陆续会在不同的州属也会有相关的运动跟活动。怎么了？可以哦、OK 等一下我们 Q 啊 Q。对，可以可以，所以这个捐血运动它是一个巡回的是吧？对，会先去槟城啊、再去 Johor， 大家就可以留意一下。对，到时候就会在我们的社媒平台跟大家讲啦。然后过去的周末这个捐血运动也蛮有趣的，因为大家就在想说有一些 DJ 是身体状况啊，或者是可能、看起来弱弱的，对对，看起来就是好像捐不到这样子。哇，没想到最后捐得成了这一位，哇、我也是吓到、是不是？是没有想到最后的代表会是他，因为我们派出四位 DJ 过去嘛，然后就想说啊，应该是那些比较年轻的、看起来比较健康的，结果都不能、什么意思？最老那个可以捐。我们绝对没有在讲着尼旺的坏话，绝对没有，我们讲他非常的勇敢。对，而且那时候其实也达标的，因为本来说想要捐到100包啊，对对对，结果达标到120包。大家要踊跃捐血，因为国家血库中心一直都处于不足的状态。对，我其实在产前一直都有定期的捐，只是产后需要一点时间恢复一下自己的身体状况、之后也是会回来的。Panville 说习惯了新闻线，所以星期六的时候他还是在等着听新闻线。等两天星期六还要做，我们也很累真的，我们不做罢工。而且不只是我们不要，我觉得我们团队也不想要。对对对对，就让我们休息吧。可是那两天还是有正点新闻啦。对对对，所以 update 新闻相关的内容。可能大家不懂哦，做新闻线真的很烧脑，是不是？从一开始看新闻，不同的 link， 然后你要去取舍，要去选题材。真的，你看我们现在7:30 on air 嘛、我们其实3点多就开始在开工了。对，而且不是我们两个在做，是整个团队。对对，没错。然后还有审稿的啦，然后你们看的那个图片，如果是 live 的话，还有那个视频，全部都是需要很多的人手去处理，所以不容易啊。这个工作我们也坚持了好多年。是，所以如果你是新闻线的粉丝，你也喜欢看新闻线的话，一定要大大力的把这一档节目给 share 出去 ，share 去你的群组也好 ，share 去你的 page 也好 ，share 去你的 family group， yeah。啊、我们一起来看这个新闻，不要再发那种我同你讲啊讲真真的那一种了，真的。对对对，我们也很希望变成那种 forwarded many times 的、希望真的真的。好啦，从现在开始，好习惯从现在开始，我们差不多要进入咯。要进来，要进了。二一，988新闻线，全新的一个星期。你好，我是舒婷。你好，我是金姐欣蕊。今天在雪隆区还是有部分的地方下雨，真的嘞。我们刚刚在准备着新闻线的时候，就突然间传出那个轰打雷声，然后我就默默的跟旁边的弟弟说：“你知道这个代表什么吗？代表着这个等一下会塞车的声音。”真的，而且他又刚好是在下班之前，对，就刚好在卡在4点多那个时候。不知道你现在这个情况是怎样了？有没有塞在车笼里呢？来 update 我们雪隆现在的这个车笼情况怎么样？那如果你是塞在车笼的话，也没关系哦。新闻线呢会跟你跟进一些新闻，好好的听吧。新闻主线。郭丽婷阿克玛说他不需要道歉，那张念群就说不要因为一个人而惩罚政府。房产项目是用外语来取名啊，沙比里就呼吁要修法赋权语文局开法。需要慎重，暂时不恢复 UPSR 跟 PD3， 校长说学生不是白老鼠。技职 TVET 有3大亮点，首先是提高资格，薪资是2500令吉起，再来是没有 SPM 也是可以读的。
那政府呢，现在正在很努力、很积极的推广技职教育与培训 TVET 课程。副首相阿莫扎西也宣布了三个重点，来吸引更多的人报读 TVET。第一个呢，就是学位资格。他说啊，政府呢会修改 TVET 的等级认证，就是把马来西亚技术的第一级以及第二级的证书，就是 SKM 一和二，等同于大马教育文凭 SPM 的证书。再来，如果是第三到第五级别的话呢，这个级别会等同于高等教育文凭 Diploma 证书。至于第六级到第八级的话，如果你拿到 TVET 的这个级别，将会等同于大专学士学位 Degree 的这个级别。那同时呢，马来西亚技术人员委员会 MBOT 也议决将第八级证书的持有人认证为技制师，就是 Technologist。 那第二个改变呢，就是这个薪资的水平了。那我国目前的最低薪金是1500令吉嘛，那阿莫扎西是说，国家技职教育与培训理事会已经同意了，为技职的毕业生，他们所设定的薪资水平会是在2500令吉到4000令吉的水平哦。听起来很不错、欸、很诱人，是不是？而且更诱人的是呢，这个东西啊，它其实跟很多的关联公司还有私人公司签署了这个备忘录，却保证这些技职毕业生呢是拥有高工资的。再来第三，即便你没有 SPM 文凭，即便你是辍学，还是可以报读 TVET 的。所以他就提醒学生们，不要以为没有 SPM 就直接没有未来，你还是有其他的选择的。他也说政府会实施一项特别计划，就是协助辍学或是没有兴趣就读中四的学生呢，可以进入技职教育与培训，就是 TVET 的课程，以便他们可以掌握就业所需要的技能。那么这些课程呢，就涵盖类似于自己动手，就是 DIY 的领域、包括水管维修啦、空调还有电子设备维修，很实际。真的，他也说政府为了这些学生就是提供的很多升学的管道，这样子呢才可以有更多的年轻人投入就业的市场。阿莫扎西也是国家技职教育理事会的主席，他也在今天宣布了其他几项重要的决定，包括成立马来西亚网络安全学院，并且将会有马来西亚网络安全监管，那学院呢就会在今年开始录取学生的。他也说网络安全学院呢能够满足半导体跟电子公司的迫切需求，因为目前呢是非常非常缺乏网络安全专才的、你知道吗，这个领域啊就有超过26000多个空缺。他也提到会议也同意将 TVET 元素纳入国民服务计划，向学员们呢去推广 TVET 的职业潜力。因为很多人可能对 TVET 有一个错误的观念，就是他是学习粗工的东西，但其实呢它现在也是结合很多 AI 啊，很多科技，所以我觉得如果你身边的朋友有需要的话，或许也可以介绍他们读 TVET 的。当然任何的教育政策都是要深思熟虑啊，在落实的时候都是要以学生为主的。教育部长法丽娜也特别强调，学生绝对不是白老鼠，所以不能够随便的就决定要不要让他们考试。那教育部长法丽娜是说呢，要不要恢复小六检定考试，就是 UPSR， 还有就是中三的评估考试 PT3， 是需要有一个全面的考量，不可以只看某一方面。教育部目前依然会维持废除这两项考试的决定，而且呢会聚焦在规划2027年的新课程纲要，还有来确定从2026年开始未来十年的一个国家计划的大方向。那另一边，香港看到教育部也发文告说，当局呢会去积极采取各项的措施来解决 SPM 学生缺考的这个问题。而经过调查呢，他们鉴定出了有三个缺考的主要因素哈，包括了停学、开除学籍以及工作。那所以教育部呢就推行了走一起上学计划，就是 Program Jom Ke Sekolah， 以提高 SPM 考试的复考率以及提升学生自我管理的能力，包括说会跟他们进行一些心理健康评估啦，加强辅导啦，还有举办职业嘉年华等等来帮助他们。那最近呢，教育部也跟这个哈桑纳基金会合作，帮助准备参加 SPM 考生的这些学生应考。那这项计划呢就涉及中四和中五学生，包括提供他们马来文、历史跟数学的额外课程。是，教育部有这么多的计划呢，主要是希望可以减少 SPM 的辍学率嘛，也希望大家有需要的话真的可以善用起来。是，那说到教育的话，当然我们要关注 JSB 案
件当中受害儿童的这个教育进度嘛。那教育部长法丽娜有说，教育部将会从10月1号开始为 GISP 的儿童之家孩子提供正规的教育，来确保这群遭受到剥削的孩子能够重新的融入到国家教育体系当中。教育部呢将会为这些孩童提供评估，包括会测试他们的阅读、书写和计算，也就是3M 能力，再来也会看他们的心理层面有没有受到一些影响，以及也会安排他们辅导员会谈的。那参与第一阶段的课程的孩子大约是有300位。他也说，教育部呢将会依据1996年的教育法令调查这些儿童和少年的父母，因为他觉得这些孩子其实是有能力读书，但是呢却被父母剥夺了上学还有强制教育的这个权利。那说到这起案件呢，就发现 GISP 控股呢除了经营慈善机构，就是涉及这个性剥削丑闻的儿童之家，还有其他的一些生意之外呢，其实他们也养马、欸、就是马 horse 啊。那登州宗教事务局执法组的副主任艾希塞迪就说到呢，警方在突袭 GISP 位于瓜拉尼鲁斯甘榜孟加邦班的这个马术训练中心的时候，发现13只马的前腿呢是已经烙上了这家公司的标志。而警方也在这个地方呢发现疑似 GISP 人员留下含有诅咒意味的文字哈，内容就写到，敌人在下一世将会遭遇报应，我们当下所承受的苦难，他们下辈子所承受的痛苦呢将会加倍。哇哦，这听起来有点可怕啊！就相信说这个是 GISP 人员呢对于目前发生的整个事情不满而留下的文字。那无论如何，当局呢只是要解决问题而已了哈。那警方昨天在半岛展开第四阶段全球行动，然后再逮捕了155人，并且再救出186名的受害者。这个规模越来越大嘞！我们希望真的是可以告一段落，然后呢去拯救那些需要拯救的人。好了，我们来到这里。也是要问这个 PTPTN 的机构，可能也需要拯救一下，因为很多人借了钱之后没有还。Oh. 你是不是国家高等教育基金局 PTPN 的借贷者呢？那你有没有定期还款呢？我曾经是借贷者，也都是非常定期的还款，现在已经还完了。好，很好，这是、榜样规模。那其实呢，高等教育部部长赞比里他有说，很多啊，就多达43万名的 PTPTN 借贷者，就这毕业后呢是消失不见的，他们是从来没有还一分钱给 PTPTN， 总共被拖欠的金额是高达超过60亿令吉。那当中的一些人已经毕业10年，这些人10年里面都没有还过一分钱。赞比里说，高教部正在探讨几项措施来对付那些不还款的人，包括会探讨要不要采取法律行动。他说，他们是不会针对那些正在偿还的人，或者是有时候有还，有时候没有还，或者是少付的人，而是针对那些完全没有还的借贷者。他提醒借贷 PTPN 的大学生应该要有道德责任，你毕业之后你有能力的话你就还吧，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帮助下一代的学生啊。你知道你为什么会觉得我是榜样吗？就是因为太多这样子的人，对，一分钱都没有还，这样子是不应该的，借钱还钱本来就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嘛。那看到马拉公益大学 UITM 的前副校长沙胡哈密就建议政府向那些没有偿还 PTPN 的借贷者呢把他们提控上庭，尤其是那些明明有能力有工作信誉又良好的借贷者却不还钱。他说如果不这么做的话呢，政府将没有办法再去承担其他上大学的学生费用。就那句话嘛哈，借钱还钱是天经地义的事哈。现在 vote。好了，接下来要问你的呢也是我们下一段会回来跟你聊的，就是我们的前首相沙比里有建议说，我们的住宅区应该要用马来语国语而不是用外语来命名的，你是怎么看的呢？所以他就说了，如果这些住宅区他是不用国语而用外语的话，他就建议说要罚这些人、哦、你又怎么看呢？如果你是觉得赞同就应该罚，因为有国语命名才可以凸显我们本地的特色嘛。如果你赞同这个选项点 love， 如果你是反对这个选项就觉得用什么语文命名都不应该受到对付啊，就可以填写哈哈两个选项，欢迎你告诉我们你比较偏向哪一派呢？不知道现在的你有没有发现自己的住家好像也可能不是用马来语的、我好像偏向日语了怎么办？好了，你们就可以在如果有是有受影响的话，或者也可以在这个现在位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哦。我觉得影响到你，有被影响到吗？其实没差啦，就是名字而已啦。不是，我是从那门。哦哦，有，我关，真的。我一直没有关住。我们可以把那个门关起来吗？因为有点影响。
我来看一下大家说什么。雪龙多处有雨，那会塞车吧？我们关注的是会不会塞车啦？新闻线有很多新人，新人有没？他听到的是谁？哦，是有那个，你有给他上了吗？还没啊，还没啊。哎，新闻线有新人，我怎么不知道？我们怎么都不知道？我们两个错愕啊？有吧？没有吧？你该不会觉得杰心还是新人吧？如果是的话，你应该是很少听。可是因为杰心还没。还没出现在新闻线呢，只因就出现了一阵子了。嗯哼，吓到我哎！你确定是我们吧？有些名字是有历史性的，不能随便改。就建筑，因为很多人的哎，可是你这样子一说，确实我发现很多的 project 都是对，就比较我不懂啊，就是可能大家觉得比较高级，还是想因为外国月亮比较圆嘛，可能发展商就有这样一个概念。可是我反而想到另外一个选项，就是因为可以用的那个名字哦，好像都蛮多的了耶。你是说就是可以用的，如果他说只限于有马来西亚特色的话，就那个范围就在那边，然后你就变成很多，就会有很多重一样名字的、啊、然后以后大家要找那个地方的时候可能就会有点难度了。你要很有创意、哦、请问你那个是 Jalan Kuching 的 Bunga Raya 还是 Jalan Ipoh 的 Bunga Raya？ 你就不可以用 Bunga Raya 了咯。可是如果你说那个范围只能框在那边的话，就会很多 Bunga Raya 之类的。 Bunga Raya 2.0 真的2.1 是不是？你那边是这样子吗？ 我那边你是外语吗？听起来像外语吗？不像，还好还好。 OK、就蛮多，我是看到有卡萨这个字，或是拉什么啊，拉什么啊，这种啊。国外很多街名都有中文才是特色哦。我觉得 有一个困扰的就是，你在 KL 有 Jalan Bahang、就是你知道吗，在这个州有另外一个州的名字就很混乱。对， Jalan Ipoh 这样子，所以 Jalan Ipoh 其实是在 KL， 它不是在 Ipoh 这样子。我蛮有趣的，如果是这样。哎，有人在哦，他说的是新，他所谓的新人说的是新听众吗？是吗？哦，不是新主播，是不是？是谁讲啊？没有看到。刚上面有人说 ，N 一妹她在讨论那个 PTPTN 的，她说她原本是想说要跟 government 去借，他是写了很长是吧？还是什么？嗯。我觉得我把 PTPTN 还完那一刻很快乐，觉得哦天哪，我还完了。它好处是它的利息真的很低很低，我是觉得你是有能力你就还一点。有很多人是真的需要这一笔钱的，所以大家就乖乖还钱咯、你是需要才借的嘛，像别人也需要的，没有还可能会被列入出国黑名单的，不好。来来来，我们要回来了。988新闻线，你好，我是舒婷。你好，我是金姐欣蕊。前首相伊斯麦沙比里要求联邦政府要着手修订1959年的语文出版局法令，来增强马来语的地位、他说应该要修订的部分就是赋予这个部门一个执法的权利，去对付那些使用非马来西亚项目名称的房地产开发商。沙比里是说呢，越来越多的开发商在他们的项目当中是使用外语，比如说法语、西班牙语、什么的，对，拉卡萨之类这样的一个名称、而不是跟马来西亚相关的名称。那也有一些道路呢是以外语来取名的，他认为这就是滥用了马来语的行为了。而且呢然而国家语文出版因为没有执法权利，所以就不可以罚款这些开发商，而修改法令呢就可以让国家语文出版局成为了正确的执法者，来消除跟地方当局的职能重叠。那另外呢，沙比里也要求政府效仿他以前的做法，就是透过在公务上使用马来语加强马来语的地位。还记得吗？那个时候他还是首相的时候，他 出去外国也是使用马来语的嘛。所以你看沙比里真是力挺加强马来语地位的这个行动。而我们就看到了乌统元老东姑沙比里呢，他就力挺乌青团长阿克马，他强调对方在强制清真认证风波上的整个言行呢，其实都是在履行乌统
的这个使命，所以不必道歉。根据阳光日报的报道，顾里就表示呢，阿克玛的立场很强硬，但是他并不是在敌视其他的族群，而是在依循着巫统的党章跟行使使命。那他就认为说，他为人很直率啦，他就只是在表达自己的感受，表达自己的不满。那根据了解，行动党的副主席郭素庆呢，之前就表态反对强制申请清真认证，结果就遭到了阿克玛大肆的抨击，还直呼郭素庆是妞妞多，还动言说要在对方的这个额头上贴上非清真的这个标志。那随后就看到郭素庆发律师函指控阿克玛诽谤，还要求2500万令吉赔偿，要求他道歉，但是阿克玛拒绝了。那昨天就看到了柔佛行动党周委吴成豪也发文告，要求阿克玛向郭素庆和全马人民道歉。分析师认为呢，阿克玛的回应很关键哦，尤其柔佛马哥达州议席补选就快到了，应该是这个星期六就要选举了嘛。那这个选区呢，是大概有35%的华裔选民占蛮多的。那阿克玛的言论呢，可能会导致国政失去支持的。那他会不会因此被限制参与马哥达州席补选呢？根据自由今日大马的报道，阿克玛强调自己不但是没有被限制，还几乎每天都往返马六甲和柔佛，确保乌青团有助选的机制可以顺利的举行跟运作。那另外看到行动党居伦国会议员兼马哥达补选协调员黄淑琪呢，日前就证实接获了一些投报啊，就是说当地的一些住宅区呢收到了黑函，敦促华裔选民在马哥达州席补选投票日，也就是28号当天呢抵制投票。对此，国政兼乌统主席阿木扎西就认为，这个黑函呢对于马哥达州选区的华裔选民们根本就没有影响。为什么呢？因为有一些华裔选民呢是邮寄选民，他们有一些呢则是住在居銮以外，比如说新山或是新加坡，所以他的意思是说他们应该看不到这个黑函的意思吧。而柔佛州务大臣伦哈菲兹是说呢，假如真的是有选民抵制补选不投票的话，他会非常非常难过的，因为他认为这代表着华裔选民因为不满联邦掀起的课题而选择惩罚他，因为毕竟他是柔佛州务大臣嘛。而行动党妇女组主席张念群则是提醒马哥达的选民呢，不要因为对某一些领袖的言论感到不高兴而用选票来惩罚团结政府和柔佛州政府的领袖，他觉得一个人做事一人当就好。那不管怎样呢，这场补选呢就会是在来临的这个星期六举行哈。那看到南部即将举行州议席补选，而在北部呢就有槟城行动党昨天举行了党代表大会跟改选。那一如外界所料呢，槟州行动党呢正式进入了沈林佩的这个时代。槟州行动党州委改选成绩出炉，虽然在改选中呢兰卡巴星是第一高票，他是拿到1247张票的，但最终呢是以获得第二高票1237票的沈志强成为了新界主席，而排在第12高票拿到827票的林慧英呢就继续担任秘书职，那兰卡巴星就是担任署理主席，而副主席呢则分别是赛里尔跟杨顺兴。在当选之前呢，看到行动党秘书长陆兆福很罕见的哈，就开口为沈志强跟林慧英护航。他说呢，沈志强是具备当州主席的这个条件，获得了西蒙盟党跟团结政府友党的这个尊重啊、支持啊，同时也是具备着全国知名度跟世界观。那看到分析就认为说，沈志强呢近年来是受到这个党中央的重点栽培啊，可以看到他的党职啦、官职啦，就好像坐直升机一样。那除了他年轻有为呢，更重要的是他符合行动党迫切需要打入马来族群的这个条件。除了他的人，他的外形长得非常像马来人呢，他也掌握马来语的能力，还可以作诗出书，所以经常呢就会被西蒙安排在大选啊、补选的讲座上去演讲。所以呢，分析就认为说他的未来首长路哈，可以说是很平坦的。好了，我们关注了槟城行动党那边的消息，我们再来把焦点关注在道路安全上。身为开车的人士，我们当然希望每一天行车的马路都是很平安、很平坦啊。对，然而呢，最近啊，吉隆坡蕉赖地区呢，就怀疑是出现了文型脚车党，又来。是又来了。一段在社交媒体上疯传的视频可以看到，至少有10名的孩子，他们是在晚上的时候骑着文型脚车在路上高速的
飙，而且呢他们是以那种超人的方式，就是直接躺在那个桌垫、那个座椅上的，就是这样冲下去而已。那还有的是闯红灯，非常非常危险啊。对此呢，吉隆坡交通调查及执法组表示，警方会调查之后呢再对外公布更多的详情。你看啊，这么多孩童啊聚集夜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最近没有什么事情做，因为学校假期嘞哈、那除了温馨脚车党呢，警方还发现啊霹雳州有人非法赛摩托，那最终呢135名的道路流氓跟看赛车的观众被警方逮捕，而且其中69人都是学生，还有12岁的 UPSR 考生小六生啊，还有22名原本今天就要参加 SPN 考试的中午学生。连这个霹雳州总警长阿兹兹啊，看到这些学生都忍不住去劝他们说：“哎，你们明天要参加重要考试啊，难道今天晚上你们要在这个扣留室过夜吗？”他也透露，在取缔行动结束之后啊，警局外的这个围栏啊，有很多的家长在等着他们的孩子。哎，提到摩托的话呢，国内有一家驾驶学院其实蛮特别的，他为了降低损失还有学员的受伤率哦，就在新手小白想要学习考摩托驾照之前，会让他们先脚踏车适应一下，代替摩托来骑，确保学生们都知道平衡是怎样的感觉，让他们之后再驾摩托。不然呢，贸然的学习可能会造成驾驶学院的重大损失，同时呢也可能害了学员的安全。那视频上传到社交媒体之后呢，也引起网民的热议，纷纷表示：“哇，这个驾驶学院也太暖心了吧！”这举动。社区牵线，社区牵线，今天我们去到彭亨的淡马鲁，因为淡马鲁市议会呢是再创大马纪录了。说到这个是淡马鲁的后车厢市集哈，它位于鲁拉士曼丹，占地面积大约3497平方米，成功列入了马来西亚纪录大全，被誉为全马最大的这个后车厢市集是 Car Boot Sales、那市议会呢其实去年12月才刚刚获得了这个马来西亚纪录大全，获颁两个纪录了哈，就是大马最长的市集跟拥有最多商贩的这个荣誉。今年4月的时候呢，有5000人响应市议会的号召，在大马鲁的河畔休闲公园那边开斋，所以有另外一个记录了，最长开斋线。所以呢，近一年内啊，人家已经不是一次拿到这个纪录大全，已经第4次拿到了。那看到大马鲁市议会主席苏里斯就提到，大马鲁后车厢市集呢，2014年创立，每星期六的晚上呢就会营业，目前拥有200名的小贩。平均会迎来1500到3000人次到访，高峰期可以去到8000人。那以往呢，游客去到淡马鲁啊，一般可能就会留宿一个晚上，就是最多了。但是现在呢，淡马鲁县哈，星期五到星期天都有各种各样的市集，像刚刚说的这个后车厢市集，礼拜六嘛，还有青年市集啦、一日市集等等。所以这些游客呢，现在都会加长留宿至少2到3晚。所以呢，淡马鲁将会成为在彭亨州被推介的这个旅游景点之一。现在 vote，搞到我都想要去看一下了，可以看看 的。那住宅区呢是用不同的国语而用外语来命名，沙比里建议说要罚，你是怎么看的呢？99%的朋友反对啊，就说要用什么语文命名都不该受到对付，而1%的朋友则是赞同，觉得用国语命名才可以凸显我们马来西亚本地的特色嘛。好啦，都有道理啦，不知道你是怎么看呢？还是可以继续在我们的现在播底下留言告诉我们你的想法哦。我是舒婷，我是新姐新蕊，明天新闻现在跟你继续聊新闻吧。